为了庆祝佛历2554年佛诞节，社头乡清水岩寺依照传统，在临时大殿前安排浴佛法会，让善男信女祈福后，依照传统仪式掏水淋在释迦牟尼的金身上。信众表示，希望透过浴佛祈求全家老幼身体健康，保佑平安呐、啊！求全家平安呐、啊！清水岩寺供奉释迦牟尼和南海观世音，是中部三大名岩之一。目前因为寺院年久失修，行政院文建会和彰化县政府拨款补助，正进行重建工程。寺方将释迦牟尼佛和观世音菩萨暂时供奉在临时搭建的大殿。政府的意义，佛的发心就是本来就清净，实在讲嘛，唔免来解释，咱来解释。咱是安怎都要来洗佛，咱来洗佛咧，就是要来洗清着咱家己的自己的这个烦恼，洗清着咱家己的内心的污染，让咱来下底这个贪嗔痴，让咱得到解脱，得到自在，让咱得到开智慧，让咱会当得到甲佛祖同款，遐尼庄严。主办单位表示，这次庙方除了准备10000份素斋之外，庙方也准备招财手机吊饰送给来参加浴佛的民众。庙方希望透过举办浴佛节法会，邀请十方善信参加浴佛，共结善缘，并且净化社会人心。